北港纳祖杯排球比赛含景信杯、华中杯、中华杯来列为四大全国性的赛事。这次球头国小打败全国30多名的小校，来摕到纳祖杯六年级男子组的冠军，会当讲是非常不简单。教练林科志就表示，今年的队伍团结性真高，每一位球员拢会互相鼓励，嘛拢拍球的气氛是真好，而且身体状况也拢调整甲上好，所以大家将会记着拍入去中华杯为目标来努力。为做一连大声喊声互相鼓励，是桥头国小排球比赛进行的惯例。因会当得到马祖杯排球比赛的冠军，不是无原因。团结和可能是因的招牌特色。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互相鼓励；然后在比赛的时候，假如对面发生失误，大家会互相打气。比赛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我们落后好几分，然后大家都会互相鼓励。把之前的失误全部忘掉，然后想办法重新把分数追上来。虽然队员平均身高比起其他学校是无真高，但是球员每一个拢真努力。教练也表示，会当感受到这群囡仔的企图心，尤其佮碰到正经输两届的对手，一摆会当甲奖杯留伫分林，伊也感觉真骄傲。这一次在妈祖杯全国赛排球锦标赛里面可以拿到冠军，最主要是球员他们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那个企图心哦。因为在前面两个杯赛，我们都是断翼而归，那在球员这一次我们都是在全体健康的情形之下呢下场出赛，所以他们非常想要把这个冠军赛留在我们云林县，又是我们自己主办的。我们这是妈祖杯冠军，也希望下一次的合家杯也拿下一个冠军。除了有认真的球员，桥头国小也特别成立排球亚运会，由家长来组成，每场比赛也一定到场加油，而且也向地方企业来募款，让小朋友会当全力来准备比赛。后援会呢，成立已经有7年了。然后最主要的后援会来源都是我们的家长只要有比赛，大家各位家长都要全力以赴啊，到场去加油，该请假都请假。我在这里真的要非常感谢有6000台塑企业常常会来学校关心我们小朋友什么时候出去比赛。特别了，排球运动是真流行，敢若国手都有出两个，桥头国小也希望将这项运动推广出去。目前也认真咧准备后一个比赛，希望会当将冠军在厝留伫分林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